182集。其实，《死亡玫瑰》这个事例是队长父亲年轻时的写的一本书而已，只是大概内容形容了这样一个事例，之后手稿就搁浅了。再后来有了队长，在队长小的时候续写了他父亲的手稿，觉得死亡玫瑰很有意思，这才更加详细地描述了死亡玫瑰这个事例。什么死亡玫瑰的成员都是什么身着绣着暗纹玫瑰的风衣，面戴银色面具，这都是队长几岁的时候写出来的。什么死亡玫瑰首领黑寡妇喜欢男宠嗜血，也都是队长写的。神虚道人笑着开口，之后聂家遭过一次贼，手稿也在那次丢失，正是在这段时间，死亡玫瑰的事情便被传了出去。这一传十，十传百的，事到如今，这道上的人都以为真有死亡玫瑰这个组织。说起来也好笑，都说有，可谁真的见过？一枝花摊手补充，听闻神虚道人和一枝花解释了死亡玫瑰的来历，叶婉婉顿时愣在原地，满脸的不可置信。那令人闻风丧胆的死亡玫瑰组织，居然是一叠手稿产出的虚拟组织和人物啊，还是聂无名几岁的时候写出来的。仔细一想，叶婉婉却又觉得十分不合理，带着质疑的目光看向聂无名等人。随便丢失一叠手稿就让人信以为真，你当我是傻子？这聂无名父子两人幸亏写的是死亡玫瑰，万一这要写的是个超人？叶老板，话不是这么说的，要是普通人家只怕家里进贼，看都不会看你们手稿一眼，对吧？你要知道，这手稿可是从欧洲聂家丢的，可信度自然不会有任何人怀疑。况且聂老爷子和队长都是不用书写的方式去描述死亡玫瑰，而是用记录的方式，所以更是让人深信不疑。神虚道人开口，唉，都是陈年旧事，不提也罢。况且我不是禁止有人再提起死亡玫瑰了吗？聂无名道。只怕聂无名自己也未能想到，小时候自己随手的几笔，到了今时今日，这个虚构势力在旁人眼中竟是成了真实的存在了。看着聂无名的模样，丝毫不像作假，再看看神虚道人和一枝花几人的表情，叶婉婉的心中不由大吃一惊。这聂无名到底是什么人呢？仅是他和他父亲随手而为的稿子传到外界，竟是让整个世界信以为真，甚至连私家都丝毫不曾怀疑过。而且方才聂无名所言，十年前他便禁止有死亡玫瑰的消息继续流出，可恰巧死亡玫瑰的确是在十年之内已销声匿迹，没有了任何消息，除了上次他的冒充。眼前这群究竟是何方神兽，影响力竟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可却一点让叶婉婉如何也想不明白，他们这种存在为何每天会为温饱发愁啊？虽说聂无名这群人并不简单，但叶婉婉却没全信他们的话，说不定是故意忽悠自己也未必。虽说叶婉婉找不出聂无名想忽悠自己的任何理由。对了，叶老板，你问死亡玫瑰干什么？一枝花看向叶婉婉，好奇地问道。叶婉婉整理好语言开口道，此次我们要演的就是死亡玫瑰这个组织，我演黑寡妇，你们演死亡玫瑰组织成员。听闻叶婉婉此言，包括聂无名在内的几个人皆是一愣。啥？让他们去演死亡玫瑰？当年聂无名可是严厉禁止再有死亡玫瑰的消息传出来，包括聂老爷子在内也觉得因为自己手稿的问题才形成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所以也十分支持聂无名。
而现如今，这叶有名竟然让原手稿创作人之一的聂无名去演个狗屁的死亡玫瑰。叶老板，死亡玫瑰有什么好演的？不如来演绎我聂家吧。我聂家怎么着也比死亡玫瑰厉害个几百倍，怎么样？你考虑一下，我给你来个本色出演，价格实惠。聂无名走着叶婉婉的身前，以商量的口问道。闻声，叶婉婉一副看傻子的眼光看向聂无名，吹，接着吹，嘿，还比死亡玫瑰厉害几百倍。不行，就演死亡玫瑰。叶婉婉态度坚决，不给聂无名商量的余地。不管有没有死亡玫瑰，他的计划不会改变。若死亡玫瑰这个组织和头脑黑寡妇真的全都是杜撰的，并不存在的，那倒更好，因为这样一来谁也没有亲眼见过死亡玫瑰这个组织。不如他便坐实这个死亡玫瑰之名。那我不演。聂无名也十分坚决地摇了摇头，一副非常坚持原则的模样。你不演，我就告诉你侄儿，你请我和我男朋友去冒充他爸妈。叶婉婉面无表情道。别啊，有名妹妹，咱们有事好商量。聂无名一听叶婉婉拿小魔头说事儿，当即冷汗直流。想他聂无名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了自己的那个外甥。那你还演不演？叶婉婉嘴角含笑看着聂无名。我演，我演行了吧？聂无名无奈之下只能答应。且不说叶婉婉会不会告诉小魔头真相，就算他临时变卦不答应聂无名出演小魔头的妈妈，这也足够聂无名喝一壶的了。所以聂无名左思右想，在双重的威胁之下，最终只能选择妥协。队长，反正咱们到时候会戴着阴色面具，谁都不知道是你演的。外国搬砖友人很是机智的朝着聂无名分析道。对啊。聂无名一拍大腿，反正要戴银色面具。说到此处，聂无名朝着四周看了看。面具呢？他们跟着老板外出时也没戴什么面具啊。我这儿有。叶婉婉神秘一笑，将自己的手提箱打开。手提箱里放着黑纱裙，几个银色面具，还有几件绣着暗纹玫瑰的黑色风衣。有名妹子，你这早都准备好了呀。聂无名盯着箱子里的银色面具和绣着暗纹的玫瑰风衣，神色一愣，感情这叶老板压根也没打算跟他们商量啊，直接拍板定案，连道具都准备好了。片刻之后，聂无名便戴上了银色面具，披上了绣着暗纹的玫瑰风衣，这看起来倒也有模有样，与叶婉婉想象中的黑色玫瑰室里相差无几。还不都过去换上？聂无名看向一枝花和神虚道人开口道。听闻聂无名此言，神虚道人连连摇头。队长，你怕被人发现，咱们又不怕，所以这就不必装扮了吧。死亡玫瑰的手稿又不是他们写的，而且这一身真的好羞耻。还不等聂无名开口，叶婉婉看向神虚道人。你们也得换上，不然咱们怎么冒充死亡玫瑰啊？不是说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吗？在聂无名和叶婉婉的威逼之下，一枝花和外国搬砖友人连同神虚道人只能是十分无奈地换上了死亡玫瑰的装饰。队长，你说你当年写死亡玫瑰这个组织的时候干嘛要写的面具披风？我觉得死亡玫瑰的成员应该都换上女装，这样才对得起死亡玫瑰这个名字嘛。一枝花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风衣，似乎有些不满意。叶婉婉无语，幸好死亡玫瑰的手稿不是一枝花写的。老子写的是神秘组织，又不是他娘描写一个变态组织。
聂无名瞥了一只花一眼。队长连发火的样子都好帅，我的少女心爆棚了，嘤嘤嘤。一枝花忍不住的就要凑上前去，可最终被聂无名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队长，别管那个死变态，这儿还有一个没换上衣服。神虚道人指着躺在地上的冰山男道。听闻神虚道人此言，聂无名和叶婉婉等人立即朝着地上扫去。果不其然，冰山男将身躯调整至一个十分舒服的姿势，正在地上躺着。给老子起来。聂无名没好气道。老子纵横江湖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像你这么懒的我是头一次见。神虚道人开口。你有屁。一枝花，你去给他换上。队长真好，我去给老公换衣服。一枝花屁颠屁颠的朝着冰山男走去。下一秒，只见冰山男从地上一跃而起，嫌弃的取过面具风衣，一脸不情愿的换在身上。老公，你什么意思嘛？人家都愿意给你换衣服，你还嫌弃人家，哼。一枝花朝着冰山美男撇了撇嘴。滚。冰山美男难得的开口，可见真不是一般的嫌弃。还不等一枝花继续开口，叶婉婉突然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很快顺着叶婉婉的目光，聂无名等人朝着下方望去。只见那工厂外走出数位武装男人。这几个全副武装的男人此刻正守在工厂外，目光不停地朝着四处打量。哎，你们看。片刻后，叶婉婉朝着左下方指去。只见几辆越野车缓缓行至工厂后方停了下来。从几辆越野车上走下来了十数人，这十数人都是迷彩服装扮，似是叶婉婉口中的佣兵。此刻十数人正蹑手蹑脚地朝着工厂前进。站在工厂附近的几位武装男子恰巧发现了那十数位佣兵的行迹。哎呀呀，被发现了呢，怎么办？都怪你们，人家都说了把车子开远一点嘛，车都开到工厂旁边来了，是个人都会听到声音的。这群佣兵里一位年纪不大、相貌十分可爱甜美的小萝莉撇嘴抱怨。我儿早踩刹车了，车子停不住，我有啥办法？我说了我不开车，你们硬让我开。其实啊，我刚才是想直接给他们撞死的。其中一个长相喜人的胖子满脸委屈。哎，连个车都不会开，你说你每天吃那么多，白浪费这一身肉。一位留着长发的美男子抠了抠指甲冷哼道。刚下车就被发现了，怎么办？怎么办嘛？说吧，留着长发的美男子一拳捶在胖子的胸口上。我勒个乖乖的，你能别用你的小拳头捶我的胸口吗？胖子满脸的嫌弃。长发男子身前站着一位身材壮硕留着胡须的男子。宝，发现就发现了呗，有强哥在怕啥？闻声，长发美男子朝着胡须男的怀中靠了靠。强哥，还是你好，比那死胖子好多了，有强哥在人家一点都不怕。呵呵，宝啥都别怕，强哥在这儿呢，天塌了还不是有强哥给你顶着吗？胡须男豪迈的一笑。我来个乖乖的，你们两个也注意点，公共场合啊。胖子看向胡须男，忍不住的开口。还不等胡须男说些什么，这群佣兵里缓缓走出一位老者。老者满脸阴沉，眸底一片阴霾。别废话了，先把那几只狗解决了。让我来，让我来。小萝莉立即跳了出来，大步朝着前方走去。此刻守在工厂附近的武装男子见从那群佣兵里走来了一位相貌可爱甜美的小萝莉，纷纷对视一眼。哎呀，几位小哥哥，你们长得真不好看，不过你们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可爱一点的死法，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被毒死啊，中枪死。
被手榴弹炸死，被炮轰死，被车撞死，被匕首杀死，你们觉得哪一个好啊？小萝莉看向几位武装男子，嘻嘻笑道：找死。当下几人立即用枪口对准了小萝莉，然而手指还未能扣动扳机，虚空中却是寒光闪烁，不不止那几位武装男子甚至连惨叫也未来得及发出来，眉心处便被匕首插入。此刻小萝莉拍了拍手，满脸人畜无害的笑：唉，我觉得嘛，被匕首杀死是最卡哇伊的。随着小萝莉的话音刚落，几位武装分子已是瘫倒在地。怎么样，厉害吧，厉害吧。小萝莉将几个武装男子解决后，转身看向后方的一群佣兵，弯腰做着鬼脸：我勒个乖乖的，我觉得呀，刚才还不如让我开车给他们全撞死呢。胖子上前开口笑道：别废话了。很快老者挥手：今天无论如何将那件东西找出来，把他们全部杀掉。老者说完，一群佣兵小心翼翼地朝着工厂内走去。山坡上，神虚道人见到那一群佣兵进入工厂后，转身看向叶婉婉：老板，那都一群什么奇葩？没见过那么奇葩的佣兵。一枝花点了点头：一群傻子。外国搬砖有人认真的冰山男。嗯。此刻叶婉婉的嘴角微微抽动，是谁给他们的勇气说别人奇葩的？最奇葩的难道不是他们吗？叶老板，你这到底是让咱们来演戏还是来看戏啊？神虚道人满脸的不解。聂无名等人到了此时此刻依然不清楚叶婉婉的目的。是这样的，咱们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那群佣兵给救出来。救那群佣兵？一枝花满脸疑惑，这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救佣兵啊？叶老板，人家佣兵似乎是去砸场子的，还用咱们救吗？神虚道人发问。聂无名几人不知道，但叶婉婉的心中却是十分清楚，前世这群佣兵大部分都死在了此处。那工厂里有数位高手坐镇，等的就是他们。好麻烦，我不想救。我饿了，想吃屎。每人再加一千。叶婉婉无奈之下只能如此。当即一枝花和神虚道人眸光一闪：叶老板，你说怎么救？肯定要救，救死不救那是咱们的作风吗？良心不会痛吗？晚上睡得着吗？必须要救，这不是钱的问题。都听叶老板的。当即叶婉婉上前与聂无名等人将自己的计划说出来。与此同时，在工厂之中传来一阵枪炮之音，伴着一声声的惨嚎。未多久，原本潜入工厂内的佣兵全部都被逼了出来。就凭你们也敢找回来？一位中年男子看向身前的一群佣兵冷笑不已：你这个杂碎，高价雇佣我们去拦那件货，咱们顺利完成任务，东西交给你后，你却说从来没下过任务，将黑锅全部推给我们。佣兵老者看着那中年男子，眸内寒光闪烁：哼，那是你们蠢。中年男子冷笑：也罢，我也懒得与你们这些将死之人多费口舌了。今天我请来了李三爷和骷髅医生，我倒要看看咱们谁生谁死。当下中年男子看向身旁的一位白发老者和一位医生打扮的年轻人，满脸堆笑：两位今天就有劳了。闻声，白发老者挥了挥手：拿人钱财，给人消灾。周老大，这群佣兵今天都会死在这里。
看到这两人，佣兵老者眉头深蹙，如临大敌。白发老者是李三爷，年轻人是骷髅医生，这两人都是鼎鼎有名的杀手。你们别多管闲事。其中一位佣兵冷声喝道。然而话音刚落，李三爷顿时怒喝，一掌轰出。这位佣兵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便被一掌打至口喷鲜血，整个人若断线的风筝，横飞出了数十米外。